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和你老公已经睡了，怎么样？这个狐狸精，我告诉他们干你还算轻的，你咋还动手啊？你给我让开！让开！英子，英子，福禄，你给我站住！他疼不疼？福禄，他怎么能打人呢？没事，我不是替你打他报仇了吗？他这么厉害的女人，你怎么跟他过到一块儿去的呀？你跟他离婚吧。这些天我也想了很多，我一直都在反思我自己，这些年做的确实不够好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咱们重新开始好吗？还是离了吧。